勋、参与赵正平以及林志贤共组了警行厅男孩，当时三人感情也相当要好，不过后来各自单飞。人注意的是，梁鹤群先前上节目突然在节目上和赵哥道歉，让大家都相当疑惑，表示发生什么事了。对此他解释说道，某次有位资深的娱乐新闻记者一开始跟自己扯很多话题，随后询问道，那你们警行厅男孩最近还有见面吗？对此梁鹤群则表示有啊，最近都有在聚餐。没想到该名记者顺势问道，你有看到赵哥眼睛怪怪的吗？而梁鹤群则说道，那天聚餐看到他眼睛有伤口啊。对方直接询问他是不是割双眼皮，梁鹤群也没有任何防备的表示应该是吧，因为他的伤口在眼皮那。聚餐时赵哥还戴着墨镜，不过自己不好意思问他太多。没想到隔天就有新闻出来，写着梁鹤群证实赵正平割双眼皮。消息一出后，自己认为这没有什么，后来梁鹤群举办婚宴时赵哥却没有出席，自己到现在都还不懂，最后也向对方道歉说道，希望赵哥你不要放在心上。Bye.